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到《网向快报》啊！今日节目日录节目日子系2019年8月12号，呢度有我喺纽西兰嘅尔德台阳，另外亦都有喺纽西兰嘅社长 Raymond Wong。喂，大家好啊！喂，就喺马来西亚马来近啊！大家好，台湾许留山。喂，大家好。系，仲有加拿大加灿生啊！喂，大家好。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啱听，俾个 like， 可以 share 埋俾朋友。最紧要订阅我哋嘅频道，揿顺手揿一揿埋嗰个钟仔啊！好多人冇揿钟仔啊，成日投诉收唔到推送啊！最紧要揿呢个钟仔。咁啊，系啦，壮大中立嘅声音。好，今次我哋题目系乜嘢？系咪化解咗一场危机？我哋香港一场危机，我哋望向冇，似系，真系唔好意思，我唔想，我帮人都唔想化解呢个危机嘅，不过穿咗桥好似，咁嘅错，对住，穿咗条，算啦。不过你睇翻系嗱，化解系嗱，或者咁睇啦，嗰个叫做其实警方咧今日嗰个下昼大概3:30接近4:00咧，嗰个记者招待会讲咗嘅。其实咧，佢就话系一小撮极之暴力嘅暴徒咧，系最即系嗰个使用嘅暴力系最高嘅。咁我都估咧，如果今日机场呢一单咧，我估呢一班人咧都未必会混入喺里面嘅。咁因为你知佢哋一定要 full gear 先去噶嘛。咁佢哋唔喺呢度里面嘅都或者呢一次会唔会放过呢班人先咧？大家或者啦，或者我觉得佢或者可能放过，亦或者系即系等一啲即系冇咁即系唔系咁中间嘅分子走紧啲先啊。咁啊，可能收到走到咁上下，走咗八成之后啦，就落闸捉呢一班人。捉最后面嗰班啊，其他点睇啊？即系有啲唔愿走嗰啲咁样啊，但系佢哋唔会好轻噶，系咯，一齐走，一齐走嗰啲咁样嘅。立法会好似都系一齐想提落噶嘛？啊，喂，我就咁行出咧唔认啊，可唔可以帮我抬一抬出嚟？我出面我出对俾翻20蚊你啊咁。咁样，即系其实而家依个局就系走先嗰个就系鬼。留在那个就是他们的人、啊、所以如果看看哪个在网上最大声 叫人家煽动人家上去、啊、然后自己走了先那些一定是鬼、啊、留在那里才是英雄的嘛，是吧？要跟警察打过的嘛，这帮友、啊、我见到很多个、啊、是不是刚才你们说有条友是不是走了去留山姓杨那个是的，姓杨那个是的，哇！喺讲到自己几咁英勇啊，呀，姓杨，杨继昌，系咯，开埋名啦，唔怕啦，走咗，系啊，阿杨继昌而家走咗啦，哇！诶，点解走？佢话大佬依镬嘢，你梗系留到最后噶嘛，指挥若定，等警方一嚟到，啊，冇乜后继啊，呢啲人，指挥官，我哋整个八阵图喺呢度，等警方有入冇出，我原来唔系嘅，走咗。又响应某啲网台教噶嘛，用个咩方阵啊嘛？又方阵，叫做方皇马方阵，系嗰个 A 运队左 ，B 运队右，啊夹佢，啊我哋得三个人，你老味啊真系，唉，咁走系好嘅吓，系啊，咁都系嘅，其实真系，咁啊当然到最后一定有人会煽动，可能喺入边最后就会放火啊，唔系啩？系啊。嬲起上嚟，乜你哋班场嚟嘅喎？哎呀，吓冇嘢噶，乜你班咁鹌鹑啊？依镬嘢要搞大佢啊嘛，我哋揸咗个机场咪可以招土咯，系咪？佢哋开头讲到好夸张嘅喎，即系一定要喺机场点样逼爆佢，要以咩警察还眼嗰啲咁样嘅喎，咁佢未还冇，咁点解走咧？嗰啲咁啊，即系咪系咯？嗱，即系我唔系话叫佢哋唔好走啊，即系我意思，喂，你哋个原则系要以警察还眼啊嘛，佢未还点解你走咧？你 be water 嘅。系有时甩水走，吓唔系甩水走之前就要 cap 水喎，系咪啊许留山 cap 水 cap water cap 水与甩水啊嘛 ，cap 咗水未先？未 cap 水又唔好甩水嘅喎，
知道，我看到何韻詩都出了個 post 嘅，唔知有冇啲人捐到612嗰度啦。我看到有人捐落去嘅，即係話哇，尋日傷咗咁多個，要捐錢落去度嗰啲咁樣咯。咁俾佢 cap 咯，佢行政費成六成啦嘛，聽聞。行政費成六成，仲要俾佢嗰個工黨外圍組織係咪嗰個散男媽媽？咩咩散男媽媽？咩媽媽？咩十幾區媽媽加油站咁長？咩和你傾媽媽叉叉油？咪系咯，嗰个又梗系嗰个妈妈啦，嗰个妈妈系工党嘅人啊嘛，话自己系政治家啊嘛，屌！哦，哇，搞到咁大件事，更加多偈倾啊！啲妈妈就系啦，妈妈声啊，啲市民听到就系，因为我哋今次咪仲有另一个主题噶，讲嗰个极速筹到$200,000嗰个，吓$200,000咁有钱？系啊，大家今日有留意到啊？二百万咩事啊？我冇留意喎呢單。馬來近share 出嚟嘅，馬來近 share 出嚟。馬來近講下，啱啱咧就係聽到嘛？聽到，講，請講。呢個尋晚發生咗8/11嗰個，即係一啲比較激烈嘅衝突事件之後咧，今晚連隨就有呢個連登仔發起全球眾籌反擊戰啊！要籌$100,000，就好似上一次 G20 峰會咁樣，喺全球嗰啲大嘅報章登紙啊，公布呢個香港警方嘅暴行。咩事啊？蘇慶啊，中咁玩蘇慶啊？佢哋籌呢$100,000，我見到而家超咗額啦，差唔多接近$2,000,000啦。咁佢籌呢一筆錢落嚟做乜嘢？又登報紙啊？係啊，佢哋嘅要求就係。全世界的報紙都要公布呢個講香港警方的暴行，8/11咁億人，係咯，哇，犀利喎，好億人喎，你係咪串埋噶？成億，真咩啊？成億佢登廣告，揾錢燒，真係嫌錢腥嗰啲人。你揾斯朗拿度嚟做代言人都仲得喎，係要揾斯朗嚟做示威代言人。都得啊，系咪？得噶喎，咁做都系世紀女俠嗰啲啊，正義啊嘛，嗰啲咩正義聯盟啊，成班一齊一字排開喺度影嗰啲，係啊，係戴住口罩咁好啊，戴住個頭，戴住個盔，安全帽，係啦，冇搞錯，即係登報，突然間要整嚟登報紙啊，咁其實上次都登咗噶啦。上次登過一次啦，全球登報紙，跟住點咧？反送中嘅時候，係啦，有邊一個向我向邊一國向香港施予過援手啊？係冇嘅，冇啊。因為喺外國人眼中，呢啲嘢係好小學計，正常，好正常。我打爆人隻眼啦！我法國殺咗個人喎，哇！我美國話，屌，打爆隻眼啫嘛，死過幾件啊？佢哋係咁諗噶嘛？不過嗰啲哦係啊，係啊，不過報紙老實開心噶，哇耶！哇喺一片又有人放金氣嘅年代，又有人俾錢啊！咁啫，即係喂，其實可以開係可以開間即係接咗啲差唔多$200,000嘅連登仔咧，佢哋可以開一間嗱，馬上我教我俾條橋佢哋點可以 cap。Be water 再 cap 埋 water 咧，就係、是、嗱，你首先咧就喺香港開一間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嗰啲叫做廣告公司先，跟住咧將呢一筆錢去愛嚟，即係點啊？你以公司名義去揾世界唔同嘅報社嚟出呢份報紙嘅稿嗰啲咁樣啦，咁你咪從中可以賺錢咯，即係當你只係廣告 agent 咁樣啊？可能唔使你講，亦都已經係啦，有人咁樣做啦。已經做緊啦，原來出依條橋嘅個廣告 agent 都未頂，又廣告 agent 嚟，又廣告公司嚟，係咯，係一個廣告公司叫人俾錢啊！嗱，我有門路啊，咁咪做咯。喂，都得喎！嗱，我哋出曬我哋六個地區嘅身處六個地區嘅報紙都得喎。係啊，係啊，揾份地區小報，啲人又唔知頭唔知路嘅嚇。咩鬼嘢地區小報啦？啊，俾幾蚊雞人哋整個頭版，人哋大報就唔使啦，係咪？我都要嘅，喂，好 OK 喎，條橋嚟喎，揾錢好橋喎，真係揾錢好橋啊，真係。
不过咁快筹到$2,000,000，相当令人震惊啦。系咯，我又唔明点解咁，点解有啲咁嘅傻人嘅咧？喂，咁即系嫌钱腥咧？有一个可能，会唔会又系咩？大玛莎，大玛莎，大玛莎。可能呢个机会就微少少。我因为我都有碌过去睇下啦，阿马来近掟出嚟啦，我都有碌下嗰一扎人去捐钱嗰啲系点样嘅。佢哋系有啲系十蚊、8蚊啊、几蚊啊嗰啲咁样捐落去嘅。嗰 list 都几长下嘅，200万。系咯，咁啊，200万人，咁一人1蚊都得嘅啊，10万人一人2.9。系啊，佢写个标题写得劲噶嘛，佢唔知咩反恐定反乜嘢噶嘛，好似系反恐集啊，定咩反击战咁上下噶嘛，写到个名好劲噶嘛。咁样讲，我以为我初头第一次其实就系要系其实系需唔需要揾系边一个做呢件即系幕后，即系话。post 个 post 嗰个人系边个？搵唔搵到噶？会唔会真系俾人困啊，大佬？咁啊，真唔知喎，真系搵唔到嘅。系，不过我见系，因为咧，你见咧，开头个标题咁样写咧，咩反击战嗰啲咧，我心谂，哇，做咩事啊？组织军队啊，要？其实你咁多钱咧，搵嗰啲叫做咩？雇佣兵咧嚟香港都得噶喎，其实啊，系冇枪炮。枪炮入唔到境啫，系咪啊？得唔得咧？200万美金应该请到一队雇佣兵嚟保护香港人噶，保护唔晒每一个啊！咁鼓励阿肥佬嚟，200万可以啊！我揾到啦，你系唔好意思啊？是这个 G20 团队和攬炒团队啊。哦哇。G20 性团队来的。哎呀真的。发起全球登报的行动的嘛。哦那么是。筹多了很多啊他。上次应该都有钱剩的我估。有钱剩的。哇。哇！豬籠入水啊，攬炒啊，真係。係咯，啊好嘢喎！即係把握到大家嗰個情緒，嘣嗰一下咧，哎唔好理啦，反恐，哎唔係反擊戰，哎好，一定要俾香港人，哎一定要俾幾蚊啫，幾蚊都唔俾咩嗰啲咁樣噶嘛？佢哋話我哋犧牲咗咁多，幾蚊都唔得嗰啲啊！而且呢個係反擊戰爭罪行，真係係話呢個係戰爭罪行。即係有成套文宣放曬喺度啦，總之吹大佢、煲大佢，叫人哋科水、科水、科水，就係咁啦。係咯，我真係好心你啊，長毛學下人啦、啊，係成日街叫人入錢、入錢、入錢，冇人入錢俾你咯，冇搞到。你睇下，最抵死依班人，你唔知佢咩人喎？可能係講講一間好梅冧兜嘅廣告公司。嗯，係啊，好衰啲，就話即係一諗到條絕招，食住佢條水。即系等于一百毛。不过咧，我即系嗰条数，我上市系唔好意思。嗰条数有冇水分咧？我都怀疑。即系我唔知你有，即系有时捐有冇捐啲钱俾乞衣啦，喺街啦。咁啊，有啲乞衣咧就专系一个即系本来收到好多钱嘅，咁啊将个兜整到空晒，或者放几个碎银咁嘅啫。咁啊见到买一个好可怜相出嚟。佢哋呢個，但係佢哋呢個又咁多水咧，就我話佢係反轉嚟做咯，將呢種方法就變得好似好多人支持啊，好多人支持咁，所以你一定要支持啊，好似唔好執輸啦咁樣。不過咧，我佢依家啲籌款嗰啲咧係打破咗個觀念啊！大家有冇聽過個説話叫低處未算低啊？我未听过一样叫高处未算高嘅，即系高处未算高噶。何韵诗嗰啲咧，嗱，筹咗差唔多5,000,000啦。你睇下呢个一口气200万，仲要系系啊，一炮嘅美金，一开始就200万，差唔多200万，哇，咁快嘅，系咪啊？我哋叫人哋订住 subscribe 都冇咁快啊。系，即系有个人开 account 开200万美金放落去，诶，呢个就系筹款商啦，咁入钱嚟呢个 account 啦，咁。唉，真系莫名其妙啊！见到依家就系啦。其实呢啲嘢咧，就真系呢啲，即系你根本冇办法去 verify 究竟系咪真嘅。
有很多傻仔咧，我相信真的很多傻仔就入錢俾佢哋。唉，你話香港人而家蠢成咁，唔係套用依一個叫做嗰啲黃絲熱狗咧，有啲好極端嘅認為依個做法就叫買贖罪券。贖罪券係啊，即係中產好興，我乜都我係啊，我乜都做唔到。我有錢啊！你吹咩？我捐幾個磅，我係聖人啊！我都支持咗香港啦。好多人係咁樣諗噶。唔知係大媽撒俾錢定點啊？即係我覺得就，即係有可能係大媽撒俾錢，我唔知啊！真係，因為你話頭先話高處未算高，我又諗起一樣嘢就係、是，獨自在山坡，高處未算高，命運在冷笑，暗示前路。前面冇路啊！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真系唔方阔步啦！依喺山头啊，猛虎满布，胆小被英雄，血不言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映山岗。配角孤高，好嘢好嘢！佢哋咧依家喺机场一边行出嚟咧，一边唱呢首歌都几应景喎。其实简直一流啊！仲有，再与天比高啊！成首孤芳自赏，仲有啊，系咯，抛开爱慕，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佢真系代价高，耗尽拣中天寻，必须破笼路，即系要坐监啦！哇，劲啊劲，劲到咧，系啊，系真系好笑。不过后边嗰几句又唔啱噶啦，即系后边嗰几句唔唱啦。唉，好玩啫，大家唱下歌，好闷啊，其实即系有时即系听到事，即系世事就系咁啦。好辛苦啊！即系见日日都见到呢啲新闻，我都唔想睇嘅。讲真，唉，做节目啊，要睇下咁啦，系咯。好啦，差唔多啦，好啦，有阵，下次再见。